因为他们有这个甩头，甩头。哦，美国的会比较有这个姿势啊，有没有这样子的？屁股。哦。收收收。哎，一滴汗都没流。活力百分百。Hello， 我是依。Hello， 我是黑男。今天呢，挑战那个有没有看到他这一身是这样要干嘛的？我要来跳啦啦队。没错没错，那么今天呢有韩国、日本、美国，然后英国、台湾的各国的那种啦啦队。嗯，我们今天挑战的不是竞技啦啦队，我们今天挑战的是哪一种？有应援啦啦队。好，那直接来喽，加油加油加油！看看加油，好。为什么要清喉咙？一个韩国的乐天女神朴。两个应援，那边补，快快快，好，快快。干嘛？干嘛？转一下。好，然后面对观众，然后面对观众。呜。哎，我们这边有吗？先走。谢谢。来，调机的可以。韩国斗三雄。好，接下来是吃的超红的一个。接下来美国的湖人队最红的，这很难。什么？哇，那个风格真的不一样啊！哇哇哇！你赶快好好跳，不然给湖人队。我太矮了，他们这么高。哇哇哇！接下来洛杉矶湖人队。我会觉得已经快亡身了，他会说哈，已经结束了，下次要准备那一种超懒的那一种，超懒，看你跟不跟得上。我低估他了，因为我跳这个我已经快要死了。那你讲一下感觉啊？我觉得各国真的是啦啦队还蛮厉害的，是，他们真的是要很有活力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他刚想要偷休息，没有没有没有，然后眼神一过去。我来的。那你觉得哪一国啦啦队最喜欢吗？我最喜欢，湖人队的，因为他们有这个甩头。
甩头。哦，美国的会比较有这个姿势的。有没有这样子屁股？屁股这样子的。这样屁股。哦。胸胸胸。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可爱卡。可爱的那种。对，红长长的，对对对对。我还一定去找英国拉拉队、印度拉拉队。印度拉拉队蛮强，看你。对啊，加油加油！下次我再来挑战。哪一国最难？我觉得乐天的蛮难的。因为他们要对在那个点上很难呢，我懂。就然后这样子，你看，你这样挥好像也不能很整齐。我懂，我懂。就是没有一个节奏在那边，我觉得很难。觉得美国的比较难，因为他那一些动作对我来讲实在是弯腰不行，对，太辛苦了，还要再下腰，然后再上腰。然后我觉得韩国的他们都比较优雅动作，然后对，比较对，他们动作比较简单，对。这个很适合这种初阶的初阶像你那种，很继续的支持莹莹的一些频道，加油，加油，下次再来，好，太简单了，刚一滴汗都没流，活力百分百，真的，谢谢大家。推荐用的，我在上面呢已经找到面的真实一个会员，没有那个很久。好，你要不要展现你的才艺给他看？什么才艺？你不是很会跳舞？你们插了一颗头，我右手边送我们的香香 Mizuki， 那目前是模特，那在我左手边呢送我们的大木博士，他目前全职是健身房实习教练嘛。那我现在数到三，你们转过来面对面先握手，准备好了没？一二三。握手握手，他是大木博士。你好。大木博士是那个神奇宝贝里面的。你不知道，我只知道那个正电拍拍。你不够中二，正电拍拍是什么？你才不够中二。我不够中二，有够高吗？他喜欢高的女生，很高很高。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他？那你喜欢吃什么？不挑食。那你喜欢吃什么？铁板烧。大埔铁板烧。这附近就有一家。这附近有一家，那你也喜欢吗？就是都不挑啊。可以可以可以。有空吸取吃，那不很好吃，而且 CP 值很高。对， CP 值很高，家里的味道很好。你是什么星座？天秤。那你是什么星座？处女座。这个月生日，前天生日，大前天。怎么样？生日快乐！谢谢。可以可以。你住哪里啊？我住台中，这次上来读书这边的事情。哦，所以现在都在台北哦。对，在国巨那边。哦，健身房。等一下有空填资料。啊，不是。如果你有，你有，他要去健身，是吗？他要去他的健身房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总有一天合约会到的。哎呀，到了就看你的诚意要不要换家，这样也很好啊。未来想干嘛？当健身房教练。真的？对。你现在看起来很薄哎。对，很薄，对。每天努力都在吃，都在动。好，多吃一点呐。你看起来不薄哎。该有的都有。有，多吃铁板烧就可以这样。可以可以，那你们要交换一下联络资料 ，IG 或者什么都可以。你的账号是？好，我已经追踪他。好了，壁咚，186支币。啊！十秒十秒，看眼睛看眼睛。你干嘛？我看一下他的眼睛。好。十秒，准备好了没？来，一个十。可以耶。